象山生态风景区位伫昆明县和南投县交界清水溪，是相当有名的旅游景点。但是游客多，乱弹粪扫的情形也真多。铁山镇公所为此发起当地四个志工队做伙维护，希望让小黄山会当保持清洁环境，也呼吁大家唔通乱弹粪扫。第一遍的小黄山举办携手同心爱护河川的活动，镇长指出会选你这来举办，是因为接近河川，有人来这偷倒粪扫，阁是这几年真红的所在，所以就选伫这来举办，让民众知影，四间嘛是有人来关心甲注意。唔通来交多粪扫，罚款上悬500万。爱护河川啊，携手同心啊，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要守护的情况。那小黄山是我们的一个天然景色，在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们把它打造了美美的之后，就能够吸引啊大量的一个观光客来这边做游玩。比方说观光客来到这边看到脏脏乱乱的，这样子的话，有损我们公所的啊就是酸正的一个颜面。希望今天的一个活动不只是一个宣示作用，希望全民大家一起来携手同心，爱护河川，爱护。加油！想要看到美丽的环境，就要靠大家来维持。这次由四个里的环保志工来维护，将涂骹粪扫甲草啊捡起来。参加这个活动，就是要来让咱的环境地方更较好、更较清气。啊，希望来佚佗的人客，吼、哦，不要把垃圾带进来。就算有把垃圾带进来，也要记得把它带回去。维护这小黄山的环境整理清洁，感觉来大家吼，砖头啊，大家。合作来这个维护这个环境，这个小黄山，希望外地游客会当来这，观光，非常的好啊呢。镇长陈东木嘛做伙甲大家捡粪扫、拔草啊，伊嘛真感谢这次来帮忙的志工队、清水溪保育协会、飞游中家车店的志工队，共同来维护这个环境。我们希望说，不止小黄山这一个点，以后我们打造的一个景点是一个区块性的，包括从花海来啊，在打造之后，小黄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背景，这样的一个很棒、美美的一个拍照点，是一个从一个点。拓展到一个面啊，所以这四个志工队携手同心，也是共同站出来，能够让这个区块能够更加的美丽。就到这次的活动，让大家更加爱护环境，提高环保意识。美化家园，守护你我家。记者柯佳丁采访报道。